福。勇士们鸣枪报信，在排湾族传统仪式的祈福下，新来一部落之星随着来宾割断剪彩草绳后正式启用。这个全国首座的部落之星全区八栋建筑，里头集结文化健康站、部落厨房、文化创意展示、部落大学、资源教育教室及多功能集会所等综合性服务空间，未来将成为老中青及幼童学习并文化传承的绝佳场域。今天呢，在全国原住民族日的前夕呢，我们特别在原民会专案补助的部落之星的启用典礼，也配合百年恶风菌的相关系列庆典。那特别呢，谢谢我们原民会在屏东县政府原民处提案的部落之星，这里面集结了长者的长照、孩子部落的学习以及环境场域，那甚至呢产业这个部落终身学习部落大学的教室，那作为我们在部落从传承产业到文史或是编织等等各种技艺课程通通有。未来包含部落大学课程、当地部落导览及文化体验等都将融入在空间里，期盼借此培养青年的文化意识及使命感，延续族群文化价值并永续传承，让场域发挥最大效益，朝全人全能服务发展。所有完工的设施真的是都要达到我们的很重要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除了有这个部落的这个聚会所之外呢，也看到我们有文创的展示中心，那也看到我们的长辈应该是全国的文件站里面空间最大的一个文件站的设施，所以来乡新来意的这个长者呢非常的幸福。那最后一站我看到我们的族语教室，我觉得屏东县政府也很用心，因为我们的文化传承一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先从族语会说以后呢，我们的文化传承才会传下去。那加上今天还有二峰郡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灌溉的这个设施的启动呢，我相信部落之星未来的这个整个发展会越做越好。部落之星坐落在北道五山下的新来部落内，面积广达3公顷。未来这个空间不仅是服务学习场域，全区水源更是将二峰圳源源不绝的水源引入浇灌，因此特别具意义。未来也期盼这个优质场域如二峰圳一样百年传承。记者卜怡婷、张志豪采访报道。